群国内来的朋友，我就问他们说，在美国，尤其是在洛杉矶，吃到什么可以让他们回忆起家乡的味道？他们的答案就是吃北方的面点、锅贴，还有生煎包。然后呢，我又问了一群来自天津的朋友，什么东西会让他吃的回味无穷？他们告诉我，来到 Temple City 的家乡小馆吃他们的面点，就会让他们觉得怀念起家乡的味道来了。今天呢，我们特别住在 LA 来到了家乡小馆，就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样子的面点会让这一群来自国内的朋友那么的喜欢呢？哇，大家看一下，满桌的丰富的美味的面点呢，其实都是出自于我旁边这一位大厨手中，他就是家乡小馆的大厨，还有老板。老板你好。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之前访问过你，然后我觉得你们的面条真的是太好吃了。我想呢，再让你跟我们的观众介绍一下，这么多不同种类的面条到底有哪一些？今天的面有四种面吧，饸饹面、手擀面、手拉面和那刀削面，还有一个烩鱼。我最喜欢燕麦面的，当然喜欢了，减肥的啊，对。减肥，如果要减肥的话，当然就是要燕麦面了，对不对 ？OK， 好，那我先从这个饸饹面开始，到底它的特色是什么？特色就是面粉都一样，最大的特点，我所有的面的时候，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任何添加剂，包括盐巴，就是面的越香越味。你的意思是说，我们用的是一样的面粉，可是呢，你不同的地方是第一个不加盐，第二个不加其他的这个调味料，是不是？添加剂吧，啊，对，不加任何添加剂，保持了面的本色。但是要出来的时候，这面的 Q 和韧，和柔软，这一个就是我的功夫了。对呀，我很想问一下您的功夫到底是怎么练成的？因为每一种面它的口感不一样，它有的嚼起来是 Q 的，有嚼劲的，有的人是软的，是不是？然后呢，那个感觉每一条都不一样，到底怎么做的？这个面上的这产生这一个效果以后，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和面的功夫。和面的功夫，那都是非常费劲的，费力气的。当然，这是个技巧很重要，这是第一。还有第二个影响面的这个口感和那个不同的时候在哪了？在这个做面的时候，最后面的成型的一种方式，比如说饸饹面，饸饹面的时候把面和的比较软一点，但是揉到切到好处的前提下，放到饸饹串里头挤压出来。醒面的功夫不一样，在那里。和面，你的捏、挤、揉、压都全部每一都是有功夫在的。不是功夫在的，都变成刀削面，你就得削刀削出来。但是刀削面的一个削字是一个形状，关键一点在这个揉面。我刀削面用四种面粉。四个中筋面粉的，所以除了面条不一样，口感不一样之外，我发现你们这里很多这个面食的口味也不一样。口味当然不一样了。比如说这一个是大烩面，大烩面，这就是运的时候，红烧肉排汤和红烧牛肉汤。这个就是爱吃肉的人可以点的了。爱吃肉，爱吃味道重的人比较喜欢。我喜欢吃蔬菜的话，我肯定就会点这两种，是吧？对，这是带一点辣的，这就是炒马面，大众化的炒马面啊。这里的炒马面很有名哦。谢谢。这个也是很多人喜欢点。这个番茄鸡蛋面，这是尤其是年轻一点的，或者年龄大一点，可以说是算了，任何年龄层的都喜欢，包括老外。外国人吃起来的时候，这是说的是中国的 Chinese 意大利面嘛。而且我跟你说，不爱吃番茄的人呢，也会点这道面哦。对啊，它是味道浓厚之中的一种。清爽啊，这个面很好啊。再来，这个就是很清爽的喽。是很清淡的了，很清淡的，是吃到面的原香味道，吃到面的香，吃到这个清爽。然后呢，我每次一定会点的就是那个减肥面，也可以叫减肥面吧，这是燕麦组成的面粉，而燕麦组成的这个鱼，这个的时候好费工，因为燕麦的时候啊，它没有面筋，它号称是无糖无脂。这个制作功夫很久，是不是？这个制作功夫很费劲的。
它是需要没有面筋的东西，我需要开水烫，开水烫过以后，蒸煮热的时候，很烫的时候揉到一块儿，揉到一块儿以后的时候，它不能擀，它不能擀成面条，只能一个一个搓出来，一个一个这样搓出来，出来它形状像个刚出生的那个小鱼。所以我想老板你可能花了很多时间，花了很多功夫在这个燕麦面上面了，非常非常加工无价的地方。观众朋友，你们在吃这个燕麦面的时候呢，心存感激，感谢老板一个一个搓出来。对对对，谢谢谢谢。那呢，除了面食之外呢，我们这里有很多像这个锅贴啦，还有这个呢，这个是生煎包。哦，生煎包，生煎包很特别。啊，生煎包当然很特别了。这个面的时候和这个面是很关键的。这个面的时候，现在我能达到效果就是松软酥脆。松软酥脆，感觉就是真正的包子。意思就是外皮是脆的，里面的皮是松软的，然后馅呢是多汁有口味的，是不是？有口味的卡的啊。老板，我觉得你们的小菜呢真的是五花八门、多样化的。啊，那是时令进的小菜，比如说哪个小菜吧，那叫皮冻。那个皮冻的时候，我要煮的时候用的是1天半时间，因为那个我不是用那个煮皮，用的是猪脚，猪脚慢慢的熬，慢火熬上一整天，第二天把骨头取掉，再慢火再熬出来，那是我真正的家乡特色的东西。还地道的山西菜是不是？那不错，你听懂我的话。嗯，好吃。那个最适合于老年人吃，他还在嚼。我告诉你，入口即化，就是这样子。对，入口即化，对对对对。再加山西的醋，山西第一名的醋，是吧？好，那老板，你刚刚有讲我们这个生煎包，那我一定要尝一下，到底是不是外脆内软，好不好？你尝一尝，尝一尝再说。我觉得好好幸福哦，老板，很好吃啊。OK， 第一点，它的那个皮真的像你说的是脆的，里头呢是松软的，然后它的肉呢有汁不带油，然后呢完全没有腥味。再来呢，我尝到了韭菜的味道，哦，太美好了。这个呢，观众朋友，你们一定要来试看看。你尝一下。我知道为什么它可以减肥，第一个它不油。再来呢，它有嚼劲，所以你可以慢慢慢慢去体验燕麦面里面的味道，对不对？对，这你就会吃了，这就是真正燕麦面的味道，是慢慢的在品出来，有个很浓厚的的那种香，这就是我这个菜的特点。再加上对身体来说，当然的是无糖无脂，所以你们都是又减肥又健康，那是何乐而不为？对。其实观众朋友，谁说吃面一定会胖？像我们今天端出来介绍给大家呢，所有都是很健康，而且呢非常的低油低盐的面点，所以呢如果你怀念家乡的味道，那肯定就是要来家乡小馆来找我们的老板了。谢谢老板，谢谢。欢迎大家来品尝这山西面点吧。欢迎大家来品尝一下。